宜兰的南山部落千年块木遭到盗伐，查出有新竹县的司马库斯族人涉案。那么司马库斯族人昨天以杀猪血祭来表达和解的诚意，五个县市八个流域的泰雅族人进一步来结盟，约定共同保护山林。其实不同于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赛德克族人用血祭来抵抗外敌，泰雅族人透过血祭传达和解声音。